我不会烧了火房的，哎，我不是不放心你吗？万一你失手了，我在还能第一时间解决，省得二叔说我监管不严。四爷，这不是由我在吗？由你在，我才更不放心。咱们两个公子哥，从你们记事以来，可进过厨房？ 这伙房都没进过，你们帮什么忙？切炖、配菜，活倒是不会干，词儿倒是整得闷儿清。那刚好，我打和小姐你掌勺，这后厨就算齐全了。齐全什么呀？齐全，他们两个就是来添乱的。来吧，来吧，轰出去，快点！小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嗯，你别，我的不对。 四爷和卓公子一定是好心才来帮你的，你怎么能嫌弃他们呢？再说了，有我这个资深二厨带着他们，一定不会出现什么配菜不足、配料不齐、灶火不明的尴尬情况。你就放心吧。好，放心吧。出了任何岔子，拿你试问。哎，好了，要赶紧想想，要做点什么菜吧。要不做烧鸡？ 我记得你在西北的时候给我做过几次，香而不腻，回味无穷。有鸡吗？中月，既然你想要做烧鸡的话，不如你出去找一只，把它抓回来，其他的菜我跟桑琪想办法。行，去吧。桑琪，不然我们做糖藕吧。好。二叔做了些桂花酱，配上藕，刚好。 你故意的，这个糖藕也就糖皮内层比较好吃，里面吃久了吧，也会觉得腻，就像丝叶一样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，相处久了吧，闹心啊。糖藕是不是太素了？不会，配上荼蘼香刚好。好，不行。不过这样燕老就只会记得宋酒的卓越，但记不得做菜的桑琪了。本末倒置啊，不可不可。 公子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拿来了。桑琪，这是什么？西域的孜然，俗上好啊！当时我就是用脆皮乳羊把燕老给勾了出来，这次有了这个利器，我定能让他魂牵梦绕，天天都想着这一口。 那他自然就会收回头了。还是你等我啊，一定没问题的。那让我们助小姐一臂之力吧。好，现在就开始。四爷，你切肉，钟远负责备菜，明明给我打下手。嗯。